恩膏在运行，我感觉就在这里，我心充满了能力，要高举主圣灵，听见圣灵的声音，如风吹进我的心，我灵已被更新，生命已被复兴，主的恩膏在运行，我感觉就在这里，我心充满了能力，要高举主圣灵，听见生命的声音，如风吹进我的心，我灵已被更新，生命已被复兴，我有喜乐，我有平安的心，你圣灵每天充满我，赐给了我信心，我的生命充满赞美旋律，你主耶稣，你的话语释放我心，主的恩膏在运行，我感觉就在这里，我心充满了能力，要高举主圣灵，听见圣灵的声音，如风吹进我的心，我灵已被更新，生命已被复兴，主的恩膏在运行，我感觉就在这里，我心充满了能力，要高举主圣灵，听见圣灵的声音，如风吹进我的心，我灵已被更新，生命已被复兴，我有喜乐，我有平安的心，你生命每天充满我，赐给了我信心，我的生命生命充满赞美旋律，你主耶稣，你的话语释放我心，我有喜乐，我有平安的心，我有平安的心，你生命每天充满我，赐给了我信心，我的生命你的话语释放我心，因主耶稣，因主耶稣，你的话语释放我心，因主耶稣，你的话语释放我心，因主耶稣，你的话语释放我心。哈利路亚，掌声归俾你耶稣，系啊，主啊，因为你嘅话语使我哋心得释放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心要嚟称颂你，赞美呢个美好嘅神。哈利路亚，你系时时与我同在嘅神，愿意赐平安嘅神。哈利路亚，有你我就幸福。主，请你来帮助我们，在任何困难里面都可以心灵的仰望你。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心永久颂赞主，每刻信赖依靠主，
你是我立足主你基石，然稳固是我心，故我要说我主是我保障力气，我福分，我的释放，我吞埋，我高台，我所需要每刻帮助。赞主，每刻信赖你，每刻信赖依靠主。哈利路亚！我主常使我心无惧怕。祝主你基石，然稳固是我心，我要说我主是我保障力气，我福分，我的坐靠倚，主你我的生命之宝，是你与我心事之宝，哈利路亚，世间。在天也如是，是你是我满足，故我要说我主是我保障力气，我福分，我的就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
是我满足，故我要说我主是我保障，力气我福分，我的释放，我盾牌，我高台，我所需要每刻是我保障，力气我福分，我的释放，我盾牌，我高台，我所需要每刻是我保障。心要嚟称颂呢位神，我哋嘅耶和华，我哋嘅救主，我哋嘅帮助，我哋嘅力量，你系我哋嘅福分，而且系直到永永远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啦啦啦，上帝。我哋面对艰难嘅时候，第一个时候系要谂起你。因为你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，你是我恩惠的来源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满有慈悲，满有怜悯。哈利路亚，没有你我们还有谁呢？哈利路亚。我的信仰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的心意要唱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，医治
你赐病复原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，为受屈的人伸冤。天地地有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，动的心有多么的远，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。耶和华有怜悯的爱，却有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耶和华他是我的神。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将我们的心静下落来，将我们的眼目去到注视我们的主，那位荣美的主。心要放下你，要仰望佢，赞美佢，哈利路亚。我的心尽你恩
神，天地的永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，动你心有多么的远，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，耶和华有怜悯的爱，赐有丰盛无尽的恩典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耶和华他是我的神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耶和华他是我的神，从亘古直到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耶和华他是我的神。主曾经对你讲说话，你都听过好多次，不要怕，只要相信。主与你同在，佢将心里边一切嘅恐惧系要取消，因为爱里边冇惧怕嘅，因为爱里边把一切嘅惧怕系赶走嘅。主要赐平安俾你，你依靠佢，要继续相信。在这个震荡的日子当中，你不要心灰意冷的，你不要放弃啊，你要坚持，因为神的话告诉你，神是你的生命动摇的成功，一定要成全这个工作到耶稣来的日子。你可能面对很多的恐惧，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是失败的，但是主告诉你，祂的恩典是教你用的，好像保罗一样的，是靠一根刺来去祂的时候，主说呢是我的，你的生命当中会将我的恩典，在恩典当中会刚强起来的。主给你恩典，给你让你做你不能够做的事。这个你的时间，你要依靠神，你不要心里面恐惧，因为我们的当中有人有恐惧，甚至有怀疑，也都有是仰畏失神的。但是主说你要坚持相信到底，因为神与你同在，这段的时间你要多多的起来，你要多多的寻求神，要多多的祷告读圣经的，要多多的传福音的，你不要停止服侍主的。这段的时间你更加要有一个火热的心要起来的，不要被你周围的新闻环境影响你的心情的，影响你的心里面，因为神赐给你七日年我的平安，充满有喜乐，神的同在，因为圣灵会跟你的生命做工作，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。要宣告神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无论环境怎样，这些都不可以吓到我们，仇敌不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任何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因为神你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说你的恩惠慈爱一直会跟随你的人。随着我们弟兄姊妹一起举高我们的手，我们领受神的恩典，领受神的平安，领受神的在这个疫情里面给我们的平安，给我们在祂里面，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平静风浪的神，耶稣就是叫我们有稳妥，稳妥在我们的里面的神。所以主啊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里面，主啊，是有时我们会软弱，但你说过是我们何时软弱，我们何时刚强。主啊，是我们靠住你，靠住你的名，我们站立得稳。主啊，多谢你。我们要来亲近你，耶稣，我们要来仰望你，哈利路亚，
主，让我们来信任你，就知道你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进入你的至圣所里面，让你的翅膀来覆庇我们每一个，让你的保护临到我们每一个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隐密处，是我们安然的居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全心，我愿全。
给你，耶稣，耶稣，让我亲近你，我愿看见你面，祝你永远是我隐秘处。心里，我全心，我愿全献给你，耶稣，耶稣，让我亲近你，我愿看见你。是我隐秘处，平安神安息处，我的隐秘处。知道我们得力是在乎归回平静安稳，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主的安息。今天神要让我们在祂里面，祂不单止给我们平安，祂不单止来到遮盖我们，祂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今天神要告诉你，祂是一个医治你的神。我一路敬拜的时候，我感受到有些人呢，你的心口一路有一种胃痛，一种呢好像压住压住的，好像令到你唞不过气来。这一刻你就用你的手摸着你的心，无论你在视频或者在现场的。这一刻圣灵今天要触摸你，祂要医治你，触摸你，现在，现在，神今天要来到医治你，使到你呢来到可以在那个的那种的压住那种的感觉和那种痛呢，神要拿开它。神要攞开佢，释放呢个医治喺你里边，释放呢个医治喺你里边，哈利路亚！释放呢个医治喺你里边，并且你要睇到神点样嚟到成为你嘅供应，要你嘅眼目咧唔系睇住呢一啲嘅事情够同埋唔够，因为神要你放心跟随佢，佢喺你生命里边有个计划，佢要成就你喺呢啲嘅环境里边，神要使用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你去领受主嘅医治啊，去领受主嘅能力啊！Hallelujah, Hallelujah. Hey, 主，你是满有能力的神，你是医治人身体的神，你都是医治人心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手按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无论是我们身体的疾病，无论是我们的心里面现在所有的担忧，神都要医治，神都要赐平安给我们，要我们知道祂是创始成终创造天地的神。是在神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无论我们什么时候
我们望到我们很多不安的信息，或者在我们的心里面很多不平安的时候，大神的安稳仍然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仍然要宣告，神就是你，知你就是赐平安的神，神就是你，就是带领我走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的神。主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们宣告，无论我们看到什么信息，无论环境是怎样的时候，但是你的平安在追随你的人的心里面。多谢主，我们献上敬拜感恩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多谢主，欢迎弟兄姊妹请坐。